出招吧！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们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还有30秒到下一场。就是补丁。俺们打个啥呀？打个腰的中单剑圣啊！我靠，他被把你给砍死了，闪现瓶给你死了。我是这剑圣，我绝对杀了你。这你是二不二？你说，哎，你们觉得二不二？就明明知道人家有 Q， 有闪现，有点炎，完事就在这儿。 活动筋骨，这腰的应该搁旁边呢。我瞅一眼啊，把他们也算上，这就不叫菜了，这就叫智力不够，这是。 哎，晕锤走，摸不着。哎，让他摸了一下。哎，晕锤走，升了。A Q 平 A。 我上，他们家什么打野？蒙多，打野可有点伤啊，我们可能能逮着这蒙多。哎，他没在呢。哎呀，少吃了一个兵。要回来锤。 晕走，蒙多打野可老伤了，我跟你们，我们赶紧过来把这蒙多杀了啊！跳下来，晕锤，重锤，双 buff 拿下。 掉下来锤，吃药锤重锤锤，腰的没伤害啊，后续伤害等于零，不用怕的，靠点盐开E，晕掉下来锤，说闪现来，闪现重锤，我们有跳没关系，跳走，这怎么没跳走？哎呀，我好像波浪剑没摁掉啊！ 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。波浪剑没摁掉，刚才摁了波浪剑，哎，这波浪剑呢？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哎呀！ 行，这蒙多行啊，搁俺们家这打石头营，这是不把我当人呢？我一瞅啊。
啊，锤后面锤开 E 掉下来锤晕锤锤闪现再见，你俩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哇，这个盾还有他们家的剑圣，他们家这剑圣是真能跑啊，也确实我们家中单是个小可爱啊，也没办法。把他们也算上，刚给他换了也行啊，没换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兵线相当赚了啊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画面有点糊，你就那啥吧，你就调蓝光吧。不加孩了，这腰着。升波六级。锤锤跳回来重锤锤开野晕重锤锤锤重锤锤锤重锤跳锤致命点燃。哎，这腰的头真硬啊，他就十滴血我发现了他也得跟我打。就刚才上路那波也是，要不是他运气好有个盾，我跟你们说他就死了，就那点就最后一下平 A 就死的血，还跟我回头 A 呢，我也不知道他跟我 A 啥。重锤锤锤锤锤重锤锤跳下来锤重锤，还给我 A 来继续，我线继续控制啊，他下边再敢来他还得死，我们形成死循环永动机了兄弟们。继续控，严阵一对，这武器大师最后一下平 A 为什么卡 bug 了呀？感觉永动机了。现在该我了。在 A， 还 A 啊？对，在 A， 来继续。武器大师平 A 卡 bug 了呀！干哈呀？完了，上当了。这波不放 W 就好了，哎呀这波放 Q 好了，一开始蓝差五点。来人了，上当了。但我估计放 Q 也够呛，因为他有盾，刚才他 Q 技能加了个盾啊，你还开始控线了呢，这线控的行啊，我看你这波线能不能吃完啊，你把线放在这个位置，我上线以后一个跳斩就死的血量，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
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高地别掉啊！高地可不要掉啊！高地千万别掉！这个蒙多怎么会切来了呀？剑圣来了，不能！剑圣忙着杀我们的下路，不给他机会啊！赶紧回家，这一波，来个布甲还，没想到吧？抽个红宝石。赵信怎么才六级呀？哎，我耀光没出哈！哎呀，我给耀光给忘了。我去中路看看能不能杀一波剑圣啊，等到大招没了的吧，好像不太好没呀、啊。我别死！哎呀，我死了，只差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去上路收线吧，兄弟。你去上路升级去。不过剑圣刚才是700块钱啊，我们其实是赚了。怎么不跳眼儿？哎，我说实话，都这么大年龄段了，有一些操作反应什么的呀，不要太纠结，好吧？有些东西吧，就是脑子有点不太好使，我也承认了。我想起来跳我就跳了，我想不起来跳就跳不起来了，拉倒。砍了我一刀，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剑圣而已，没关系。中路二塔没人守，我可拆没了啊！看看下路来没来，这波能来的只有妖子。现在给我
腰子如果没有传送也是不会来的，所以他们家二塔应该是没了。再见呀！哪来个蒙多？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！只能给他们点信号了。早点走，其实不会死。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剑圣追不上你。别回头，你380，他400，他不一定能追得上啊。开咒！俺们家赵信去打峡谷先锋去了，挺好。来，这波我到了，下路可以打。去打峡谷去，蒙多可过去了啊！我想拿一波双杀，先吃药啊，加移动速度，往这边走来支援赵信。赵信只要能给我扛住5秒钟，这波就可以啊！他只要能给我扛住5秒钟，一下来让他下来，他没下来呢，怎么？那我杀 ADC 吧，漂亮，这个瑞饼。直接继续追，吃药锤，夜晕锤，重锤。有蓝吧，把蓝打了。哎，没有蓝。那把烧了塔拆了。真就不好使。可以上高地，这波对面全部在下路，高地掉了，没办法，你让我武器大师拆就是这么快。没关系啊，还可以拆，看好复活时间就可以。我决定用命来把这个上路给换了。如果都拆的马上差不离了，那我觉得还是用命换了吧。要不，当然我没有丢掉这条命，还可以。我的命保住了，还能打个蓝 buff。打个蓝 buff 还能打个蛤蟆，真好，还能顺便杀个剑圣，或者是杀个妖的，杀个妖的吧呢。剑圣已经走了，把妖的给杀了。你不挺能耍牌的吗，小伙子？来，让他先放 Q 啊！我靠！这一刀能打这么多，暴击了这一刀。这一刀暴击了，运气好，20%的暴击概率给我暴击了。咱也不是说装，刚才他如果一刀砍不死我，直接我回手一个跳他死，你们应该能看出来他这个血量。我
E 没关 ，E 是自己关的，不是我 E 就能关的。刚才的剑圣让他先扣我们，完事我们开 E， 是最好的这个，是最好的打法。我觉得这把我这巨型九头蛇吧。收集者斩杀了，我知道，他不是暴击一刀触发收集者了吗？暴击了，那收集者就5%的血，5%的血是多少血呀？我2000滴血，5%是多少血？100滴血是吧？100滴血。有点多呀，没事，对面已经上路高地都没了，兵线他们都扛不住，我们拆下路。啊，还没打完呢，打完去。我杀了 ADC 闪现了，可以接受。指挥一波队友，先来个大腰带，撤，先别打啊，别打，先别打啊！这波先别打，先走一走。下波我拆下路，走。你在叫我做事，我们这是配合一手，跟他们说一下，让他们去打大龙。来，我去下路，等我到高地。别急啊，等我到高地。严阵以待。我都不知道这人在干什么玩意儿了，让辅助给单杀了，走一走，别打呀。他们家不来三个人，他守得住我？啊，他们家不来三个人以上，他守得住我？没关系。别急，我可以走，死死吧，看能不能跳一手眼儿。走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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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弹，跳弹，没有跳弹。哎呀，谁把跳弹打了？可恶啊！最后出个死亡之舞。小龙也没拿，人还全死了。哎，丢脸走心！哎呦我，你鑫哥把龙抢了，这边 ADC 别往脸上冲啊！谁乱配进了？希望对面不要打大龙啊！严
你这打大龙就麻烦了，你知道吧？千万不能打大龙，打大龙他们家就抱团儿。先把这巨九，不是巨九啊，先把这河蟹给他打了，这样对面就打不了大龙。走，这波中路不推了啊，对面指定来守我来了，我们去下路推，去大龙打，打，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这波队友都是献祭的啊，有眼儿，扫一下。扫一下眼儿来，直接打，直接开来，直接给我开，我们再下路啊！哎，先撤一走。这蒙多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先杀他 AD 血啊！晕锤锤动锤！啊，队友都献祭的这一波。